果我刚刚我讲说我的时空是发生在228白色恐怖，你是被刑求的，所以你要带一个情绪上来，从水里面带一个情绪上来。还好吗？啊，还好。这是你想要的吗？慢慢来，没关系。你的恐惧大过于你的表演。那你做演员，你常常就是要这样，你要一直克服很多东西，包括心理很多障碍，生理很多障碍，就这样。想想你是什么地方在挣扎 ，OK， 做就知道了。一脸狐疑的看着我是没有用的。来，你是完全在一种紧张的状态，还是你可以很舒服的放到这个结构上面 ？OK， 你是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大家好，我叫严玉林，那我现在在报社工作。我现在在当数学家教，然后我今年30岁。让你搭得到车吗？你要搭？可以可以，最晚11:30都还有。而且我妈有一点对我施压，她说你好好搞，如果这一年没搞出搞头，就去上班。去哪里上班呢？基本上我的概念是，所有的创作都源自于生活，从生活来的，没有超过生活的程度。那怎么办呢？这谁的？比较干。洗手用品。平分就对了。哈哈哈哈哈。让我感觉到你的想望。对。嗨。俺可以玩不消，解包三次定义，龙肝风涛。你为什么转世都不利落了？都不利落嘞，甚至好转家。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天好像让老师有点失望。对，他好像还说出了看错我们这句话。没有那么惨啊，他只是要激励我们啊，我们大家提起精神。要让语言，要有身体的控制力。